邓辉，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过来吗？不知道。4月13号那天你在干什么？阿山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我真记不起来了，问也是白问。真记不起来了？那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？4月13号下午1点16分，你开了一辆白色的奔驰，车牌号为。 东D6977S，进到了像素小区。2点14分，匆匆开车离开，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需要我一一跟你解释吗？阿山，嗓子都快冒烟了，给杯水吧。 坦白交代，能不能尽快发落啊？那就要看你的态度。好好说。其实吧，我就是一个倒买倒卖的捐客，我听说。 把国内的文物只要搞到国外，就能卖上大价钱，所以啊，我就卖了所有的家底，准备放手一搏。我就想啊，干一票大的，然后我就收手，享清福。所以呢，我经过多方打听，我就找到了马志仁。马志仁跟这个江川是个什么关系？我和马志仁约好了交货地点以后了，是江川把货送过来。 他原来说好的，钱货两清，但我回去把货让专家给我一鉴定，竟然是假的。马自然一直坚持说那货是真的，所以我就怀疑，一定是江川在送货的路上给我掉了包。我这么多年辛苦攒那点钱，就这么打水漂，我心里不情愿呐。所以呢，我就想找江川，把这事问问清楚。那天。 我到了江川的家门口，看见一个陌生人男人带着一个女人匆匆的走出来。江川呢捂着头，也追了出来。哎，别动！哦，江川是不是？还认识我吗？你是买货那个吗？找我什么事？你是等我再说，先我打死那群奸夫淫妇！你什么贱货淫妇？还他妈想走呢？啊！戴绿帽子，关我什么事？别他妈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！告诉我。 我的货是不是你给我调包的？什么调包？你给我让开！你妹，我调包！说，我的货是不是你调包的？自己买货不验货，就让你买到假货，你是不是看走眼？我，你干嘛黑我？我给他是账号，不是。 赶紧打电话通知老吴，让他去找马志仁。是。警官，江川的死真的和我没有关系，我压根没有理由杀他呀。马志仁，你应该认识这个叫邓辉的人吧？邓辉，不认识。邓辉和他没有见过面，他们只通过线上加密网络联系过。邓辉交代他和马志仁联系的代号是阿达。 那阿大，阿大，你认识吗？警官，你可不能听别人乱说呀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叫阿大的，听都没听说过。赵老板，你就交代了吧，阿大就在你隔壁。老吴，把人带过来。
你们俩应该没有正式见过面吧？要不要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？你是马志仁吧？我干我家你个王八啊！你他妈黑吃黑，你他妈不讲究！要不是你卖假货给我，我怎么落了今天这个田地啊？你是谁呀你？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你说什么？你不认识我？你他妈不认识我？你让江川送假货给我啊？你不认识我？你个王，呸！王八犊子！你现在还假装什么都不知道吗？那行，老吴，去银行查一查他的账户，顺便去通讯公司查一下他的通话记录。查他，查死他个王八犊子！哎，不用了，我说。马志仁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我他妈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走，王八蛋！走。警官，我确实有倒卖过文物，但是江川的死真的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为什么邓辉说你给他的货是假货？他之所以去找江川，就是想问清楚，结果失手把他给杀了。我马志仁，我对天发誓。我这个货我一定是真的呀，你拿什么保证？如果是真的，那邓辉会因为这个事情把江川给杀了吗？谁知道他为什么一口咬定我这货是假的呀？这货是我和常四爷亲手从墓里取出来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在墓地亲自取出来的，这常四是谁？这事已至此，我就交代了吧。四爷，上次和您说的那个事儿，您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哎，摸金这个事儿啊，我已经心想不干了。哎，四爷，我这儿有个小物件，您给长长眼。紫口铁柱，釉色清雅，质地啊细腻紧致，有冰裂纹。老头子要是没看走眼的话呀，这应该是南宋时期官窑产的青灰釉。这东西你是哪来的？这就是我上次和您说那古墓里的东西啊。那屋子够干净了，干净。大山洼里，后不着店，前面也就一个村儿。村儿里面要是有任何动静，我那个远房的表弟一定会通知我们的呀。我再准备一下，三天后下手。就是这儿了。我听我那表弟跟我说呀，这洞口进去没多深就被堵住了，村民们以为啊是抗战时候挖的地洞。我听着觉得不对劲儿啊，寻思这下边应该有东西，但一时间没法下去啊。要是人人都有办法，那还要我做什么呀？四爷，这都有头灯了，你还带个油灯干嘛？
你拿的叫明火油灯，里边装的是死人油，驱虫用的。说这货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好，是不是真假不是你说了算，我们会找人去鉴定的。但是因为你涉嫌倒卖文物和盗掘古墓，我们现在对你正式实施逮捕，之后移交给当地的司法机关处理。周队，选的怎么样？还行，把文物的下落全交代了。嗯，刘峰，嗯，你带人去把文物找到，送到北京鉴定。好。还有一个叫常四的，